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好了，马上到新年了，那么台长呢，趁这个时间呢，跟大家讲讲新年前的规矩吧。啊，一般说新年前要把自己的桌子啊、什么地板呢，要扫扫干净，整理整理干净。因为呢，新年有新气象，要把一些旧的东西扔掉。那你这个人呢，新年就会有好的运气。所以为什么人家年底春节之前都要打扫家里啊？